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豇豆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洋葱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豇豆切丁，鸡蛋打撒，洋葱切薄片，热油锅内倒入蛋液，用筷子搅撒后盛起锅底流油。锅内油重新包香洋葱片，放入豇豆快速翻炒，放适量盐调味生抽，并加入适量清开水炖片刻。豇豆熟了时候放入炒好的鸡蛋，滴上香油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放适量水克去除豇豆的异味，并且很快熟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